衣服不要这样塞进裤腰了，用这个衣角扣把衣服拽一个角给它掏出来，衣服有型又好看，别在腰上显瘦又显气质。衣服不要这样打结了，衣角扣的用法十天不重样。星期一，星期二，星期三。星期四，星期五，星期六，星期七，星期八。星期九，星期十，这样下去估计一天也说不完。好了，学会的点心收藏起来，以免日后忘记了。衬衫飘带不要再这样系了，又丑又难看，用这个衣角扣打理一下。先将一根飘带折叠穿进扣子里，再将另一根也折叠从反方向穿进去，整理一下，是不是很简单但又很好看呢？自从跟我妈买了一个这个，她还把这个东西推荐给了邻居，结果邻居看到了都说太方便了，他们也想买一个。手机看到的觉得挺神奇的，抱着试试的心态就买回来了。它这个用起来特别简单。哎呦，我爱上这个东西了，好用，非常好用，很好用，用过的是一定会回购的。这款产品特别香，如果有买了的老铁哈，大家可以评论一下哈，这款产品香不香。